郑凯，你有要紧无？叶小秋，请你冷静一下。郑凯今日人无爽快，我确实想要甲胡姐，结果无说你两个人出跋做伙，恁连问拢无要问，就讲到安尼。你若是要怀疑郑凯的人格，那是你的代志。啊，不过若是牵涉到我是小三，我就要捍卫我的名誉。你嘛较拜托嘞，你想要编理由，嘛莫甲我讲一模一样。三姐，查甫人若想要偷吃，一定是有有迹可循的啦。突击检查第二阶段，检查手机。张振凯，你不是讲你两个人无啥？那恁你的手机啊，就互检查一下你的对话内容，还佫有讯息。卡叔讲内容真正无对不起阮三姐的代志，我就相信恁两个人无讲白贼话。我的手机啊，内底有真侪甲主治医师的联络记录，还佮多些简讯，唔知道有三千起无？这个我是想要怎给小秋看？张德凯，手机拿来。小秋，之前咱是讨论过隐私权的问题，现在今仔你又要来公司做突击检查，你安尼是啥物意思啊？你拄只发现这么大、这么激动，敢讲你还佮无相信我？敢讲你到即马？你还敢怀疑我对你的爱？你别再模糊焦点了。今日做不到代志的人是你，你竟然还想要把问题耽误我才来啊？你爱我相信你，相信你对我的爱，好啊？哪天你对我坦白，没有任何阴谋，我都相信你。你是安怎变到这样无讲道理啦？张振凯，手机是我叫你提出来的。你是安怎讲安三姐啊？你无要提出来，迄表示你心内有鬼啦！讲遐侪嘛无路用啦！三姐，我支持你取消婚礼。小秋，你要取消婚礼？你没有问我，这是你的选择。郑凯一定唔肯让小秋看伊的手机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郑凯上大的心愿就是要甲小秋结婚，假使因两个婚礼真正办无成，那安尼郑凯一定会足伤心。万一因为安尼失去求生意志，真有可能就无愿意继续乖乖做治疗啊！免看伊的，看我的嘛同款。见恁姊妹啊，一直咧怀疑我甲郑凯有啥秘密。那安尼看郑凯的手机，甲看我的，毋是拢共款？张振凯，你实在无应该为着要甲小秋结去，牵扯着我，佮伤害着我的清白。若毋是看在即摆公司当需要你的份上，我早就甲你毙命啊！是郑凯要传小秋，我爱你，那不就是小秋我想你这种肉麻的简讯吧？对不，郑凯？小妹妹，今麦郑凯的秘密已经让你看到啊，应该会当证明阮的清白的吧？手机是不是也会当还给郑凯啊？小东，给我一个。张振凯直接打电话给伊，然后有一阵仔哦，
耳鼻喉科罗主任是啥？你现在这才跟伊联络？你想去看耳鼻喉科啊？是不是有代志有毛啊？我，你真正跟我讲，你破病啊？感觉是？唔对，郑凯确实是破病啊。郑凯，你是什么病？代志是安尼，之前郑凯为着要筹备新餐厅的时阵，因为家己压力伤大，也遇到副交感神经，造成唾液变少，引起严重的口腔溃疡，所以。已经嘛失去味觉啊！失去味觉，你小张都不跟我讲啊！伊一边无闲要工作，一边搁要准备恁的婚礼，压力当然大啊！啊，不过恁免烦恼啦，至于耳鼻喉科的罗主任，伊是这方面的权威，只要郑凯好好跟伊的主治医师配合，真紧就会当恢复健康啊！是啦，小秋，我即马已经好真济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我的主治医师罗主任好好配合。您无需要替我遮尔烦恼。小秋，歹势啊！之前我无予你知影这件代志，我是惊你会烦恼我，想袂到。对啊，要是让你知影啊，郑正凯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以后不管你是感冒、拍卡、手巴肚疼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都袂当我瞒我，你有听到无？郑凯哥哥，是的啦，我不是超工要找你麻烦的。啊！你要知影，阮爸妈最近的代志，让阮姊妹足无安全感的，所以才想讲来甲你突击检查一下。希望你莫想歪去哦。我有一个代志想要跟你参详。是。怎样？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爸妈离婚啊。假使讲咱的婚礼要继续办落去，敢袂当麦请王康来参加咱的婚礼？我惊，若是伫婚礼上爸看到伊，也许就刺激。恁爸跟恁妈离婚啊？是讲代志哪无干呢？是袂到这阿姐，是坚持赶流行，跟阿姨离婚啊？点点啦！你无看即摆小春为了这代志，安怎尼烦恼着？搁你偏要拍啦，娘你啊！唔是啦，当然是。是刚好我有送阿姐去回乡厂啦。伊当初我就感觉伊怪怪啊，伊心肝内袂输啥物，讲袂出水苦种共款。而且伊阁讲哦，去做伊主管回收是为着要听话伊家己，连我要甲斗三工哦，伊拢拒绝。然后我毋只会甲小东拢传讯息，阁叫一挂细汉的送物件去互伊做回收。我是咧感慨啦，若是伊当初哦，会当加较关心一下，会当加注意，无得甲因就袂离婚啊。阿爹啊，多谢你为我爸所做一切。我感觉我们四个姊妹啊，也是无够关心我爸，一直都无好好顾着伊的心情。我爸会跟我妈离婚，
伊即马甚至已经足艰苦的。这根本是你妈计划。妈，我看，伊一定是想要甲子俊交往，所以才甲你爸离婚的。伊的目的总算是达成了。李慧文，你无法都放袂记伊，你甲子俊的旧情，搁伫我面头前计算计打，一个查某，哪会这样袂见笑？小妈，你嘛差不多的，就算讲你管我去安口嘛，不应该在小春面头前安尼讲伊妈。阿姨，像你甲拄则讲过的话，是都转去。阮爸妈的离婚，是因为因感情拄着一寡状况，无法度解决，才走到这步。请你卖不了阮妈妈。我尊重你是志勇的小妈，请你讲话的时阵替志勇小想一下。有一寡话是袂当讲出嘴的，因为你所讲的每一字、每一句话，都代表你的人格。叶小春，你的嘴嘛真大啊，竟然敢假笑！你这个查某囡仔，哪会这样无家教？志勇，你敢真正要跟这款查某结婚？无唔对，小妈，小拜托的，卖甲恁顶一代恩怨牵拖到我跟小春家来，好吧？我的婚事我已经决定好啊，小春就是我这世人要娶的人，谁拢无可能改变我的想法。阿姨，我的想法甲志勇同款，不管对有甚么款代志，我甲伊拢会做伙面对，做伙度过。唔免讲到这好听。大姐头，你手机伊伫咧养诶，应该是重要代志，你别先接咯。喂，我廖英梅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你真正足敖嘛？知影我甲朝阳集团总经理交情袂歹，竟然叫伊的媳妇来教我瞧。手下去找阿姨，是安怎？吴丽，小专家，带伊看麦。啊，是。那当初亚小姐伊。来当初你好，我是朝阳集团副总特助叶小夏。这是我的名片，真歹势，用是来拜访你。有啥物方案要讨论的？我甲凤心直接讲就好。你无约好就来找我，恁大家敢知影？你伫伊个背后比下棒，因为这个讨论的方案，我是认为跳过阮大家较方便，所以唔只是底下来找你。我知影亚当斯真无聊，所以我有话就直接开门见山讲啊。我要来找你讨论的这个方案，是甲杜根案、甲阮兜的物件有关系。做食品刚刚的，甲巨婴建设有甚么款合作啊？你是要家己走来讲要做甚么合作呢？大姐，你放心啦，大家拢嘛是在上面上的人啊，那不是真正合作的机会，我也无可能走来遮。看起来恁姊妹啊个性拢真坚持，我一时嘛无法度甲恁赶走。好。咱都坐落来讲，我嘛想要听看卖一间古巴米店，要安怎甲阮军营建设再相见上？亚大叔，因为杜根案的代志，去影响到阮爸妈的感情，甚至因两已经离婚啊。相信这几个过程，你拢真清楚啊。
还有关照。你为着要保护阮家，所以你就伫咧路的设路障，派刷一台车，去影响着阮牛肉面店的出入。不过我认为你这行为实在是有较幼稚啦。干嘛呢？等你的店倒去，必须把土地白转来给我的时阵，安尼就袂幼稚啊。要等时间确定，若有一天阮的店倒去，阮就一定把土地卖给你。心的开。